我的心心啊，你着阿乐耶和华，既然伫我内面的，嘛着阿乐伊的圣名。我的心心啊，你着阿乐耶和华，唔通忘记伫伊一切的恩惠。咱即马请起你来做伙来唱圣诗198首，我完全的服服。上帝是伊捌疼咱，找伊个囝为着咱个罪做挽回个罪。兄弟啊，上帝若爱咱到安尼，上帝就是疼。
伫听的内面无惊吓，咱最后做伙读最后两句：听上帝嘛着听兄弟，这是咱对上帝所受的命令。咱即马是奉献的时间。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现在用感恩的心，把我们所从你那里得来的奉献一部分的金钱，让主作为施工使用，求你悦纳。我们这样不配，是奉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现在欢迎王少雄牧师来为我们证道。圣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还有唱诗赞美神，阅读神的话。我们继续今天继续的约翰之书的信息。上个礼拜我听到许长老在这里讲关于也是关于约翰之书第四章，讲到完全的爱，完全的爱是神的爱。在主里面的爱是没有惧怕的爱，那么我们知道神这么爱我们，我们怎么去回应他给我们的爱呢？怎么去爱神呢？有人认为要多奉献啊，今天多给教会，或者多做一点善事啊，教会是有需要的人员，神一定就很高兴的。或是参加教会所有的聚会，教会有什么我们就去。可以哈，对不起哈，听到了。好，上个礼拜知道就我们学习怎么去，怎么神怎么爱我们，我们怎么回应啊？很多时候以为说我们多做一点。为神多做一点事情就可以了，神一定就喜欢了。有些觉得我什么也不去了，在家里或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天天读神的话，躲在那边不问世事，但在一直在祷告读经，就得神的喜悦，就表示我们爱神。这就是爱神吗？我们知道神怎么去了解我们，是激动我们的心，他怎么去表达我们的心意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怎么去表达和接纳爱的方式都不一样。28年前有一个牧师叫 Gary Chapman， 他写了一本书，他做了很多研究，人怎么去表达或者接纳爱呢？他写一本书，本来是专给一些夫妻怎么去不是来表达他的爱心。这本书叫什么呢？叫爱的五种语言， The Five Language Love。 他把人与人之间的怎么去表达爱接纳爱都归纳成为五种不同的方式。第一，他讲到肯定的言语，
就是说常常说着鼓励的话，或者仁慈的话，谦卑的话，啊，好说，的人听起来很舒服，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的精心的时刻，就是说把注意力在对方身上，多花时间在陪大家陪对方一起，不管你是你的爱人的配偶，或者像你的孩子，像你的长辈，或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也常常就说为了他们的需要啊，专心的时刻，全心全意的做些他喜欢的事，啊，可能是散步交流。第三种方法呢，就接受礼物，把自己当成礼物的，把对方当对方需要你的时候，就在那里陪伴他，或是有时候买一点小礼物，啊，价钱不是重要，但是你的心意，我们常常都会，啊，会做哈，啊，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过年是红包给我们的孩子，这小礼物啊，这个接受礼物是表达爱的方式。另外一种呢，服务的行动，这种为对方的服务来表达你的心意，帮忙在家里啊，帮忙洗碗，主要是家务啊，或是对方有需要，也帮助他，啊，就是这个行动啊，有的服务的行动。最后一种就是身体的接触。但是我美国西方的喜欢给他一个拥抱，和我们这边握手啊，要是拍拍他的肩膊，小孩子拍他的头，要有接触啊，表达我们对对方的爱的心。那这个都是人与人之间，我们敬拜的神是一个灵，神也不需要我们送他什么礼物，对不对？什么都有，神我看不到摸不到，怎么去用这五种语言呢？最好的方法看神怎么讲，神的话里面怎么告诉我们啊，怎么去爱他。所以这本书已经28年了，写很多年，超过1200万册出来啊，很多人喜欢。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今天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怎么去爱神，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在告诉我们啊。虽然这些都是有时候我们都会用到啊，我们用爱肯定的言语，但是我们用言语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我们诗歌的赞美，我们的祷告，神是悦纳。但是神还需要什么呢？今天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啊，我们找到我们前几年好不好？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是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他，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是谁呢？不是那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一起阅读你的话，你的话语每一句都带着能力，叫我们的生命得改变。恳求天父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的奥秘，更加的爱你。求你的灵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主主恩待我们，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短短五节的经文里面有很多重复的啊的字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字重复了3次，大家有没有留意什么字啊？爱，
前面第一节的到第五节，很多常常的重复，是让我们看约翰一书，他常常重复的真理，从中同一个观念重复又重复，但这五节里面有一个字特别啊，重复也很重要。五章第一节第一个字，凡子重复了三次，代表什么意思呢？凡子啊，原文提到就说 any one of the totality of everything， 就所有凡所有。当我们看到这个字，就很多时候就告诉我们一贯的真理。今天就看福音书第一章，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信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子。凡就所有，记得吗？约翰很喜欢用这个凡字啊。约翰一书不是讲很多啊关于啊真理，关于那个啊教义的书，一书觉得勉励的书信。但里面这刚才读的五节经文提了三个真理，每一个人都凡出来的，所有接着提到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凡信耶稣都是从神而生。接着提到啊，里面三个凡字告诉我们三个属灵的定律啊，提到啊，约翰要信知道自己有永生的确据，重复又重复提到三个属灵的真理。什么呢？你看整个约翰一书提了三个重要的，一个是相信信靠主，另外一个是相爱，重复又重复关于神的爱，另外一个呢就是顺服遵循神的话。你们看的时候，我们最近都看约翰一书，这个三个好像三个重要三角形，把三个定律告诉我们，提醒又提醒，神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爱，我们要顺服，就重复出来。有些过去那个 Campus Crusade 学员传道会啊，他们定了属灵四定律 ，Four Spiritual Law， 对不对？都有些类似，他们多一个怎么呢？这时候我们要接受。我们要回应啊，这里啊都是这三个，然后我们要回应啊，提到神怎么爱我们，我们要相信，我们要啊遵行，还有我们要接受。今天我们来看看啊，约翰怎么把三个定律讲出来。刚才五节的经文，第一个凡字就叫凡信 ，everyone who believes， 凡信。第一节从上半就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从神而生这是重生的意思，从神里面再有新的生命。这信耶稣怎么呢？这是因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基督是怎么意思呢？是耶稣就是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受膏者，这个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位君王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是基督，是神定旨要做我们救主那一位，肯定的相信耶稣就是基督。还有约翰福音，整个约翰福音的目标是怎么呢？约翰福音也是约翰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也是他写的。约翰福音整个福音书最重要的目的是怎么呢？接着讲20章31节，他说凡记这事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
只要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信耶稣就有生命，这个就是重生了。Born again， 我们有从耶稣而来的生命。简卷约翰书就是证明这个道理。只要我们真心的相信，接受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担当我们的罪。大概六年前啊，我的大孙女，那个时候她3岁，现在9岁了。那个时候3岁的时候，她在学校在教会读书，听到啊关于耶稣钉十字架，那个时候复活节，她问她的妈妈，为什么耶稣要死？耶稣那么爱，真他小的耶稣爱我，真好了。他当时看到耶稣要被钉死，他就很难过，觉得不行啊，就问妈妈，为什么耶稣要死了？他妈妈不晓得怎么去回答，因为不能把这个神学的论文给他儿子看看啊，耶稣怎么担当救赎，成就神的救赎。你可以很简单的告诉这个3岁的小女孩子，解释给她为什么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呢？你怎么回答呢？这个最简单的方法，这是最正确的说。简单来说，主耶稣的受死就表明神爱我们。约翰福音3:16就是这样。神爱我们的缘故，他把他最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给了我们，为我们带我们受死，那么简单。所以一句话上就听了啊、哦，他喜欢，神爱我们，他把最爱的也给我们了。所以提到本来我们都应该受罚的，但是神的爱。耶稣代替我们受罚，只要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就是神所差遣来的，相信他，我们就生，就是从神而生的意思。约翰一书3章，大家可能也记得，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他也吩咐你们，他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包括姐妹，就是约翰的心吩咐一般的基督徒，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也要为弟兄姐妹舍命。当你爱一个人，你会接受他的爱。同样的道理，我们接受耶稣代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表示我们接纳神给我们的爱。4章提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没有接受神的爱，没有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是不晓得怎么去爱。这个爱是什么？是agape，是神的爱，不是一般人从人的爱，从神而来的那种爱心，一定先有神在我们心中，才有这个能力去用神的爱去爱周围的人，明白吗？爱有几种，用神的爱，你没有神的生命，就没有神的爱，就不出来的。神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有他的爱。我们再看下去第二个真理，看这条，凡爱 ，everyone who love， 下一半第一节，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凡所有爱神的人，也会爱神生出来的儿女，
谁是神所生的儿女啊？我们都是的，凡接受耶稣基督的有神的生命，都是从神而生的嘛。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就说凡爱神的也会爱神从神而生的。好像有父亲，他很多孩很多小孩都带着啊，他的心里说，我们他的小孩都彼此相爱。我们好像这个手足情深啊，都是我们都是兄弟兄弟姐妹，我们要互相爱护。使徒约翰强调我们爱的神是生我们的神。根据我们上句的意思连起来，就是说我们相信从神而生，我们生我们的啊一种大爱，我们接受神的爱，我们怎么去回应啊？爱神爱人都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就看看，就说人就爱说我们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就是什么呢？说谎了，口是心非啊！口头说我们爱你，我们都很相爱，我们唱歌唱都唱怎么彼此相爱，但心里面还没有那种爱，就说谎了。说谎神喜欢吗？不喜欢。接着提到啊，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就是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众啊弟兄，这就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这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人说叫共同的基恩哈 DNA 属灵的基恩，我们都有。所以说我们有人说了，我们这是有血缘的关系啊。我们为什么呢？这个血不是我们自己的血，耶稣基督为我们流的血。我们都有的话，我们都有血缘的关系，很亲密的，很亲密的。耶稣基督徒应该是彼此爱护吗？这里提到保罗，同样提醒我们。我们新年好不好？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有人问你有没有真的爱弟兄姐妹？你是否用神的爱去爱神的儿女呢？如果你没有，你可能又回去。你能够肯定你跟神的关系，你能够肯定你是从有神而来的生命吗？我相信当天使徒约翰也是要帮助这信徒们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凭什么去肯定我们要爱主内的弟兄姐妹呢？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提到，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回到第二段，他也提过，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怎么知道你是在主里面呢？就是知道。认识、了解、明白，不是听得懂。哎呀，我提过了，我读过这个经文了。不但是看过，你心里面就了解、明白什么叫爱神的儿女。怎么知道我们是真是爱神的儿女呢？爱弟兄姐妹，不是自己骗自己。就是爱神，要遵守他的诫命。诫命是怎么呢？这里提到诫命不是一个，是复数的。好，整个神的教导不是单单一条，
复述的。那整个神所给我们要知道一切的真理，这是按照神的启示，一切的真理去行。按照爱神的心，爱属神的儿女，这样让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我们就明白神从神圣的真理的意思。当我们爱神，就是他的教导我们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怎么去爱神的儿女。再看下去第三点，其实怎么呢？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旧约里面很多规条、很多吩咐、命令，难不难守啊？不难守，人家摇头有些。有些觉得，人家的诫命是什么，我就是不懂啊，对不对？我们了解整整本圣经里面提到所有的诫命吗？不容易啊。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不但是要守啊，就是你们十诫，单单十诫你们不容易守的，虽然我们都听过很多遍。大家，我们有没有犯十诫里面的规条啊？有没有啊？你们啊，头一半就说关于神的，怎么去爱神；另外那个关于人际的关系，当孝敬父母，不可作假见证。我就问大家，没有从来没有说谎的啊？不可能，才叫我们常常都会说谎话，作假见证。礼拜天来到这边好吗？好吗？好，大家就很好。这心里面很多烦恼，很多问题不敢说出来，啊，不管是身体的，不管是心里面的，不管是家庭，不敢，都是好。我们这很容易，这表面呢，大家都很好，穿得很漂亮，啊，把这装扮都非常好的来到教会，但是里面可能有很多说不出来的困难。AI， 有些人说，就说你问的好不好？回答说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你真的想知道吗 ？Really want to？ 你坐下来跟我谈一个小时，关于我的问题吗？不容易。我们觉得守单的十诫就不容易，但是呢，我们知道。前面提到神的诫命是不难守的，什么意思呢？耶稣也讲告诉我们，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提到耶稣，提到怎么守呢？不是我们靠我们的力量去守，有耶稣跟我们在一起呢，就简单的多了，对不对？有神的生命才能守住这神的吩咐，不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很难很难很难。靠着耶稣，耶稣讲的，我的轭是容易的。耶稣把诫命交托给我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彼此相爱。这个诫命，他说我的担子给你这啊是容易的，轻省，靠着他就可以了。约翰第七章也提到爱神也当爱弟兄，这是他给我们的命令，怎么去守的啊？我们就靠着主，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神。爱神的真意是说，爱神的人守神的诫命其实不难，因为有神的同在，爱的能力是从神而来，就是以神的爱去彼此相爱。先相信才有能力去相爱，所以说我们没有勉强这还没信主的人去爱就很困难，但是所有信主的有神生命的都可以有这个能力去彼此相爱。我家里有4个弟弟，我家里有7个小孩，我4个弟弟2个妹妹，我是老大，也三个出生。我小的时候呢，哇，我
大家都是很热闹啊，吃饭的事，我还要跟我的爷爷奶奶一起住啊，很热闹。我妈妈就感到很忙，怎么教导是七个小孩在家里面呢？他有他的方法，他的方法，因为他就从他自己家里学会，他也是大姐姐，他知道怎么去啊养育教导七个小孩呢？首先专心把脑袋啊用心去把他教好，教导他，教他做一个榜样，其他的弟弟妹妹跟着他来做。所以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对我很严格，也很注意，很留意我应该去做什么。他常常提醒我，要爱你的弟弟妹妹。我不在啊，爸爸也，我爸爸很忙，他做几份工作，常常不在家。他妈，我妈妈告诉我，爸妈不在的时候，你就是代表爸爸妈妈去爱你的弟弟妹妹了。啊，你要保护他们，教导他们。你做一个好榜样，从小就这样教导我。有一次，那个我就大概十二岁，我下面那个妹妹啊，然后在下面有个弟弟，弟弟那个时候七岁，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下课回家了，我弟弟七岁的弟弟也下课回家，就下午啊，肚子饿啊，小孩子就。问妈妈有什么好吃的没有？妈妈那天她可能不舒服了，她很累，家里没有什么东西。本来她每天都去买菜回来，她那天很累。她说：“好了，我没有啊，时间预备什么啊，吃的给你了。”她给我2块钱，那你带弟弟到附近那个面馆去买个面吃吧。我弟弟最喜欢吃面，就是有馄饨面，他最喜欢了。他听了啊，跳起来很高兴，好好好。所以我们拿钱都跑到那边啊，去那个坐下来，我们叫两碗馄饨面，我们很高兴啊。我刚吃了两口还没吃完，我的弟弟全部都吃光了。他吃完以后，他盯着我。现在好像是说，哥哥，你要帮忙嘛？我觉得，哎呀，他太爱吃了，他还是很肚子很饿。我把我的两碗的一半给了他，他很高兴。我们吃完了，好，我们离开了，结账了，跟那个老板都是我们熟悉，我们常去那个面馆。那老板就讲，他老板对于我。我也说不用了，有人替你付了。我就哎奇怪，谁替我付？我问他，是我爸爸打电话来说他已经付好了。他不是你爸爸。他说对面那位先生替你付了。我看不认识那位先生，我就跟他问他，到底你是谁？为什么你替我付这个结账啊？他说。你们两兄弟来吃的时候，我记得盯看着你们，我看到你把你的一半给你弟弟，很感动。我希望我的孩子也是会这样子。他觉得，或者啊，请客，或者送你这碗面。我说不行，我妈妈叫的，我也接纳，随便接纳陌生人给你的礼物，不能接受。他听得更感动，更要我。他问：“哎呀，你爸爸是谁呀？”我告诉我爸爸的名字给他。啊，原来他也是好朋友。哇，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嘞！我常常跟他见面。啊，没有关系啦，啊，我就送给你。我就看看那个老板，老板就点头。我跟老板说：“好了，我们接受他，我们回家。”第二天，我爸爸很开心地告诉我。哎，你昨天就碰到那位先生了？我说对呀、啊，他很高兴。他说因为我们能够两兄弟彼此相爱，他在他的朋友面前也很光荣，因为他的朋友说你真会教导你的孩子。
像我的孩子跟你的孩子一样。当我们彼此相爱，同样的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相爱的时候，神人的荣耀啊，对不对？还被新主人看到我们弟兄就那个弟兄姐妹那么有爱心，愿意彼此来帮助，彼此来啊负担对方的需要的时候，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活出神的爱出来了。弟兄姐妹，你能这样子吗？回到我们不那是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把它抓住不放，而是把它打开，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一个基督徒。好，我们再看下去。我们虽然刚才所讲的故事就50年前的回忆了，但是还记得神恩待我。就是这个慢慢觉得神那个时候装备我怎么去做一个牧师牧羊的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神一直在啊注意我们的成长，我们的爱心的成长。我们再第三点再看看啊，第三个，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啊，提到第4节到第5节。这怎么讲呢？就是凡，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所以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第三个定律就解释上一节提到约翰加提到这个世界，世界是指什么呢？是有时候这世界的道德的压力，道德观那个价值观，世界世俗的社会不认识神不敬虔的观点，他们的标准注意力各种的啊情绪，这跟圣经里面的跟属神的儿女不一样。我们要了解，很多时候我们用细节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心，我们的爱心，对不对？圣诞节了，还没到圣诞节，上面你很多商店都包满很多关于圣诞节的方式，对不对？我们教会，我们东区的前几天的放了很多圣诞树，我们还是真的要不要把圣诞放在台下，好看嘛？但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我们敬拜之神，不要把世界的，当然我们很希望大家都过节的气氛，很高兴。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敬拜的是神，要跟世界分别出来，不要给世界抓住，把我爱神的心变成爱世界了。我们追求的啊，认识爱我们的神。现在提到这个世界，就是怎么去胜过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个世界很可怕，我们被世界包围啊！我们出门就是这世界了。今天提到，这世界属于谁掌管呢？约翰一书5章都再念下去，这样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的恶者的手下。恶者是指谁呀？恶者是谁？撒旦，敌对。神的那一位，这世界就是我把我们去爱神的心拿走，把我们啊基督徒的、啊、注意的拿走，我们要小心，非常小心。像以弗所书这样提到，怎么呢？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圣战征战，而是与属的这执政的、掌权的。反正这个是都按世界的与天父属灵灵气的恶魔征战，常常到处都会看到我软弱的时候就把我扭曲了。我们要小心，更小心啊！我们怎么靠啊？
他就来胜过那个掌权的恶魔。世界是魔鬼的控制，他们世界的价值观，我们留意跟神有没有？对不对？现在世界最重要，其他怎么样？自我中心。今天到处有了，他的价值观怎么了？我自己最重要，是不是？现在大家都很流行的太教了 ，selfie， 自己看教，已经有我在里面了。我以前拍教的教授机，拍出来都没有我在里面。但现在很多人一直有我在里面 ，selfie 都是很流行，大家手上都有教授机，对不对？以前都没有的，连电话都是打电话的，对不对？现在电话就是手机的，也是录像的，可以拍照。我自己真重要，都是爱我 ，iPad、iPhone 都爱，全都是我的，是爱，我是最重要，对不对？现在大家没有电话，好像不舒服，好像不对劲，大家都有一个电话，怎么呢？我要知道，等他找我就马上可以找到我在哪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啊，你小心了、啊，你小心，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注意都在那个电话上面，我们要心爱神，心注意神。现在要我们做什么？神怎么去爱他？为什么神的诫命去难守？因为这个世界是与我们的神为敌的神，拦阻我们去的遵守神命令就是魔鬼。本来神叫我们把神的祝福带给我们周围的人，但是撒旦说不要，满足自己就够了。你这注意你自己的需要啊，你健康很有限的，你财富有限的，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生命分享给别人，你记得不够怎么办呢？常常有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到底有这能力在哪里？当我们忘记神，我们去靠神去遵守的话，我们就很惧怕，我们不要了，不敢给时间给别人，对不对？但当我们注意在基督里面，在神里面就不一样了。看看你呢，第四节告诉我们，凡从神圣的就胜过世界。胜过世界，今天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说，从胜过世界的胜利哈，英文有点不一样，跟课本翻译。英文读念给大家说 ，For everyone born of God overcomes the world, this is the victory.That has overcome the world, even our faith. 这是说发出神圣的胜过世界，这层胜过世界的胜利，就是我们的信心。留意，能够胜过世界，不是我们的生命啊，不是靠我们的能力。这里提到，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依靠神的心，我们信靠神的心，才可以胜过世界。当我们信心摇动，没有信心的不能够胜过世界，也不能谈到怎么去爱神。回到我们能够有能力去爱神，这是我们的信心。约翰在这里记得第三句的经文里面都用过胜过世界，常常提到我们靠主的能力。最后就提到一个继续提到这个世俗则说，他给了个答案，胜过世界是谁呢？唯有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真的爱神吗？耶稣告诉我，如果爱神，我们就是爱神的儿女。像耶稣神的儿子，就是说耶稣也是神，依靠耶稣是依靠神。我们去从神圣的
不相信基督，一方面我们就会遵守他的诫命，胜过世界。回到这个三个重要的真理，怎么去爱神？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救主。怎么去爱神？我们相爱，我们用神给我们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这表示我们怎么去爱神。另外一个是遵守神的给我们的命令，顺服他，以他为我们生活的中心，这就是我们去爱神的方法。当我们有主的爱，有爱主的心与行动的时候，神会祝福我们，悦纳我们。最后我们又见证，我去东区敬老堂东区分堂，在瑞门那边瑞堂的牧师。七年前我们开始瑞堂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不同的意见。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讲粤语真有这个需要吗？粤语大部分从香港来，现在香港来的年轻都会讲国语了，普通话都没问题。我们再看教会里面，哎呀，粤语89%都会听普通话，为什么还要开一个粤语堂呢？很多不同的问题出来。后来我们发现，七年过之后，语言不是最重要的。虽然我开始有人来，有人走了。新来的客人来宾来坐下来，哎，你这边也有普通话的，你有英文的，我去英文堂了，我去国语堂啊，来人走着，哎呀，这什么很多年好像没有怎么成长。最近我们发现我们怎么祷告，大家说能来我们这群聚会不是因为我们的语言的问题，语言很重要，我们沟通，但是爱心更重要。当我们有的爱心，有神的爱在里面的话，人就会来了。信他们来，来以后他会留在那里，他觉得很温馨，觉得满足他的心。他追求怎么去爱，还是去表达特别神的爱，他愿意留下来。最近今年特别是过去两年，有很多家庭，他不是来香港，来去香港，是来去中国的，他从广州过来，他愿意留下来。我说，哎，你普通话没问题的。他说我愿意留在这边，我觉得这边有爱心，我跟大家很熟悉，他愿意留下来，我们就成长了。有几个家庭，几个年轻人愿意服侍，愿意当执事。过去去年我们就有三个执事，现在我们有六个执事。以前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参与，他说我还没准备好。他现在看到有那个信心，知道怎么去爱神爱人，愿意服侍。这个挑战我想为教会也是要同样遇到同样挑战，对不对？语言要熟悉语言，大部分都会听普通话，为什么还要另外一种语言呢？这是问题。语言帮助我们更能表达爱心，对不对？更能亲切，更能表达我们在一起的。神给我们语言来表达我们怎么去爱，温馨的言语是爱的一种。但是除了这个，最重要刚刚念的，从神而来的爱，靠着相信耶稣，靠着神的爱，靠着遵循神的话，我们更能表达神的爱在我们当中。人就会来的，神就会祝福的。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用我们心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去赞美你，也用我们的行动去爱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时常研读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与你同行，好让我们能够真实能明白讨你的喜悦。
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祝福这个教会，能够把你的爱活出来，好像你的荣耀。祷告感恩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感谢王少雄牧师今天的证道，我们现在用我们的诗歌来回应上帝的爱。我现在来唱，请起立，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活出爱》。新朋友吗？那我们现在欢迎很久没有在，我欢迎九跟淑芬姐平安回到西雅图。那我们现在来做报告，第二点，明年1月5号，新年第一个主日，教会会举行联合礼拜，10点开始会举行圣礼点、入儿式跟献儿式。那有想要接受洗礼的，麻烦请向刘夫金牧师或是英文牧师Pastor Lucian 报名。那第三点，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将举行教会联合礼拜，将会在第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那时间是从下午1点到4点，那是12月22号。第五点，教会现在已经安置了奉献箱，那奉献箱已经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消防栓的旁边，因为那个颜色跟那个书架颜色很像，所以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那我们会将在1月份开始使用。那其他的报告，麻烦大家自己看。那继续为我们教会的有病痛的肢体来关怀祷告。那我们现在请王少雄牧师帮我们祝祷。主啊，求你的灵，求你的爱充满众弟兄姐妹，愿其平安。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亲自使你们传染成圣，愿你们的灵有闻得，有圣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奉耶稣的名祷告，请坐。
请大家默祷，然后准备到楼下去参加主日学。